下雨了吧？走走走，赶紧回来。阿雪，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吗？我记得啊，那次不就是因为下雨，我们躲在山洞里吗？这么糟糕的事情还敢发生第二次？啊？阿雪，那次意外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件晦气的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所以你被关在山里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我想起我儿时，我们一起出去被困在那儿，最后还是我把你送回了。送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发誓，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都会由我这个司业来照顾你。轮圆，我突然觉得嘴巴好苦，想喝点糖水。我突然觉得我手臂好疼，因为我。阿姐，没事，我来喂他们。姐，你不太方便，还是我来吧。朱云远他也不想让你喂。我喂他也可以，你给我吧。我没关系。你来就好，来我来。他说了，他不行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这儿还有一个。很快呀、啊。阿姐，郑姐，你没事吧？妍妍。不行，你不能再走了，我背你。我腿伤刚痊愈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反正我在边塞，你常备阿喜。是我常备你。真希望能抽到和阿喜相邻的武士。大半夜可能有山贼走过来。我也保护他周全。拥护他周全。文远，你托为师注意些。小琪，你的作文有些问题，去我书房。我给你讲一下，您要开小灶也得等到我给桑琪讲完题过后。程文远，四爷这个义务反应，这好不容易得空给我讲讲题，我稍后就回来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什么？门被锁住了。阿琪，四爷，